有听我姐说，我的名字叫杨文卡萨利，我今年28岁，我还没结婚，我的身高152公斤，我的体重44公斤，我还有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我有去台湾工作，做假设跟照顾阿妈。我的父母当农夫，我会说华语一点点，我会煮饭、洗衣服，然后做假设，然后照顾阿妈。我在台湾照顾阿妈，帮忙阿妈量血压，帮忙阿妈洗衣服，然后帮忙阿妈拜拜，跟阿妈，谢谢。